一、二，怎么回事？报告导演，因为我们经费不足，没有交电费，所以停电了。可是现在是白天。是啊，报告导演，根据国家相关规定，从今天开始，阳光也要收费了。阳光也要收费了？靠！我这里还有一毛钱，你拿去交费吧。导演，一毛钱只够买千分之一秒阳光。正好啊，够快门闪就好了。哦，那我去了。闪一下正好，到了没有？报告导演，没来得及按快门。笨蛋，你不会一直按着快门连拍呀？现在一分钱都没了，怎么办？啊，导演，其实我倒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还不赶紧说。办法就是，不如咱们趁着一片漆黑，把安琪的金元宝咔咔咔咔咔。哈，你这家伙真黑心呐。不过我喜欢这件事儿，就交给你去办了。是导演，保证马上有光。哟，这下好了，准备照相吧。一、二、三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。谁？谁在抢镜头就踢出橱柜！再来，再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总算完成了。助理，准备放片尾曲。报告导演，因为没有经费付版权费，所以没有片尾曲。什么都要收费，没关系，我来。徐徐回望，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我梦仍是你，在我的心中艳阳，如流水泪，期望可体恤见见谅。明晨离别你，路也许孤单得漫长。一瞬间，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在各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遗忘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都使不清今晚我所想。才顿感爱伤的漂亮，
原来全是你，令我的诗漫长。和弦何用，才又可感笑一样。停留凝望里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。当某天雨点轻敲你窗，当风声吹乱你构想，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，因你今晚同我唱。烧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，因我今晚共你唱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烧美丽，亦绝不可使我更欣赏，因你今晚共我唱。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都洗不清今晚我所想。